香港女保镖为王某报仇。6月26号，朝亲旧亲姨四人开枪，致一死三伤。据媒体报道，44岁詹姓女保镖虽然母亲已于2015年去世，但她认为外婆当年留有价值约600万港元的房产被一亿舅舅们设计侵吞，导致她的母亲没有获得应得的遗产。26号，詹姓女保镖与家族中人因财务纠纷商讨未果后，盗贼于永公园时向4名姨姨及舅舅开枪，80岁的大姨当场死亡。事发后，警方赶到将现场封锁，并将该女子抓获，并从其身上搜出半自动手枪及子弹。警方判断她至少开了4枪。据了解，女保镖曾多次在网上上传视频教授自卫技术，且其公司有代购模型枪业务。警方称其是独自行动，无同党，犯案动机为家庭纠纷，其并无精神病记录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